他以前有，以前大概十年前吧，有个大肠癌剪掉了，15公分大肠剪掉了，然后就接上去复合，有没问题了，都没事。以前那时候吃东西，吃辣的啊，抽烟喝酒什么都有。你有大肠癌？我大肠癌，我剪掉了。剪掉剪掉15期，我那时候是二期吧，我是把它剪掉，剪掉以后接上去，然后再也没事，那就保养，保养了大概1年多，辣的不吃，什么东西不吃，慢慢就调整回来了。那现在已经10年了，都没有问题。现在我看我的气色，人家越看越年轻。它里面有糖嘛，那些都有塑化的东西，有香精的东西，对身体是最能害的。我这种东西我从来不沾，我从来不吃的。大家问我真的问哪是什么味道，我没有，我从来不尝试。对这种东西都是不对也不好。那现在就多好啊！现在已经好了，哪一个部分？我现在都没有问题啊，任何问题都没有。他以前有，以前大概10年前吧，有个大肠癌剪掉了，15公分大肠剪掉了。然后就接上去复合，有没问题了，都没事。以前那时候吃东西，吃辣的啊，抽烟喝酒什么都有。你有大肠癌？我大肠癌，我剪掉了。剪掉15期，我那时候是二期吧，我是把它剪掉，剪掉以后接上去，然后再也没事，那就保养，保养了大概1年多，辣的不吃，什么东西不吃，慢慢就调整回来了。那现在已经10年了，都没有问题。现在我看我的气色，人家越看越年轻。曾经有，那那肿瘤有很大吗？有啊，我以前其实我胆我也割掉了，胆或者是胆结有胆结石，胆也割掉了。其实我也没有胆，大肠我也割掉了。其实也没有怎么样，我现在身体都很健康啊。是说大肠癌知道肿瘤多大颗？蛮大颗的，我太太看的，那个我剪了15公分的大肠剪掉，然后再接回去，两个肠中间那个有点那个癌的细胞坏的东西把它剪掉，然后再把它接回去。我到现在大肠癌那个那时候是10几年前嘛，10年前11年前的事情。